朴哥请我到山里喝茶，看到我的 iPhone， 他掏出了他的 iPhone， 把玩了一下他的摄像头，不是为了拍照，而是想不经意间让我知道他的比我的好。我笑了笑，当着他的面嘲笑了他的摄像头。他笑了笑，马上登录苹果官网，又下单了一台顶配版11 Pro Max。 哎，有钱人的手机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今天我们跑到了一个偏僻的乡村里，为的就是来测试一下最新的 iPhone 11和 iPhone 11 Pro Max， 现在正在拍我这一台就是 Pro Max。 那说来也巧了，我还没有在户外测过任何的电子设备啊，那干脆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一片大山里做一次评测好了。山里面空气好啊，你看我们这评测多硬核是吧。我又希望呢把这一期 iPhone 的评测项目也做得更硬核一点，直接一点，对吧？因为很多的同学反映啊，他们不想看手机圈那些千篇一律的东西，就想好好听我们来聊这个性能，分析它的硬素质。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评测呢也不会有太多花哨的东西，我们只详细来测试性能、散热、续航和信号这些大家关心的点。顶多呢你们还能看到这个机器11 Pro Max 的视频拍摄能力，因为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整部视频都是用 iPhone 11和11 Pro Max 拍摄的。那废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开始吧。这很硬核的评测应该测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就应该来聊一聊这台手机的性能。大家都知道 iPhone 11是全系搭载了全新的 A13 芯片啊，那么 A13 芯片应该是苹果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发布会上对比友商的芯片这样一个情况。哇，想不到苹果也开始干这种事了是吧。那么它性能到底如何呢？我们首先就来看看 CPU 的表现。所以先来看一看 A13 的 CPU 性能吧。从 Geekbench 4的跑分来看， A13 的 CPU 部分相比 A12 有一些进步，但谈不上多大的提升吧，比起 iPad Pro 的 A12X 仍然差了不少啊。那么 Geekbench 最近也更新了 Geekbench 5， 新的算法从跑分来看似乎能够更好利用上 A13 处理器，多核成绩相比 A12 提升了 33%， 单核也提升了 20%。 相比安卓阵营的两大旗舰，可能多核还没有领先太多，但单核 A13 绝对是冠绝群雄了。不过另一方面，以前的新 iPhone 至少 CPU 性能都是可以追上前一年旗舰 iPad 的，但今年 A13 和 A12X 的差距说实话有点太大了。到底是 A12X 太超前了，还是 A13 挤牙膏呢？我觉得两方面应该都有点原因吧。我们再来看看图形性能，这一次的 A13 在 GPU 方面相比 A12 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GFX Bench 5.0 的成绩 1080p 提升了 48%， 2K 分辨率提升了 31%， 还算不错吧。这样看的话呢， A13 的 GPU 提升比 CPU 提升可能还要再更大一点啊。那考虑到 A12 的 GPU 已经远远领先高通阵营了，如果明年的865不能做到 GPU 翻倍性能的话，可能 Adreno 又要落后苹果一年了。不过这些跑分呢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真正玩起游戏来，这台 iPhone 11的 A13 芯片又能发挥几成呢？我们简单的游戏也就不测了，直接来给大家看看压力比较大的游戏《崩坏三》。我们选择噩梦难度4-16这个关卡来测试，三位女武神同时登场，女王、神恩一起开大，屏幕上全都是特效啊，压力还是很大的。这种情况下 A12 已经可以做到几乎满帧，偶然有一两次掉帧这样的水平了，那 A13 则是更进一步，即便压力最大的场景也没有掉下过50帧啊。不过在我看来呢，崩坏3这个游戏 A12 已经是绰绰有余了。如果你想要专门买一台设备玩崩坏3的话呢，可能选择 10R 或者 Mini 5才会更有性价比一点啊。但是注意啊，崩坏3是屏上测试，和手机的分辨率也有关系，所以说 10R 才会有这么好的表现啊。如果要单纯考虑手机的芯片性能，我们就得找一个不锁帧而且可以自定义分辨率的游戏。来看看光明山脉，我们把分辨率统一定在 2K 全特效运行游戏， A13 稍稍领先了 A12 一些，看起来似乎是远远甩开了安卓阵营啊，优势非常大啊。真的是如此吗？哎，其实啊，这个只是游戏前一分钟的表现。我们来看看连续运行5分钟的帧数曲线。哎，这个数据就极为准确地反映了 A 系列处理器的做法了。从前面的单核跑分可以看出来，苹果给 A 系列处理器是留足了矿量。
加速频率定得很高，所以前面的爆发力非常强，前一分钟的性能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苹果的策略就是一分钟真难忍，一分钟后开始疯狂降频，疯狂掉帧，这一点在 XS Max 上尤为明显。 A13 其实还好一点啊，降频后的 A13 表现依然要强于85 Plus 的常态啊。但你们也看到了 iPhone 11上的 A13 论持久力其实还不如 iPad mini 5上的 A12。我相信看到这里，很多同学已经在急于发表感想了。原来这就是我 iPhone 玩久了卡顿的原因啊！苹果真垃圾！哎，你先别着急，我得替厨子说一句公道话啊。这个策略本身我觉得没毛病，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手机和你的 PC 是不一样的，手机上大多数的 APP 也就吃一个爆发力，很少有哪个应用是需要半个小时不间断输出性能的。包括现在的手游还都锁了六帧，根本吃不满 A12 和 A13 啊，多出来这点爆发力反而有助于满足一些突发性的性能需求。但是这样的策略也有一个副作用，当未来某一天 A12 和 A13 也沦为了普通处理器之后，到时候的新游戏你玩的时间久了，可能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卡顿了。这一点相信用 iPhone X 的同学已经体会到了吧。 iPhone X 玩崩坏3前面几局你都能保持住五六十帧的高帧率，但玩个三四局手机就开始各种卡顿了，直接从六十帧掉到了30多帧，气得我好几次都想砸了手机啊。也许 A11 降完屏之后性能还是会强过821之流，但那种落差感是我们不太愿意经历的，毕竟体验过了60帧的游戏，又有谁还想玩回30帧呢？这是 iPhone 用户可能会经历的一个烦恼啊。除了游戏之外，我们也测试了一些比较吃性能的 APP，比如说用 Snapseed 来修一张 8K RAW 格式的图片。从导出时间来看， iOS 阵营的优势还是蛮大的，但是 A13 相比 A12 几乎没有区别，甚至可以说在误差范围内啊。新的 SoC 在修图中带来的提升非常的有限，我们再用 InShot 剪辑一段视频，加入大量的特效来模拟一些短视频博主的工作流。这项测试的情况也比较类似， A12 和 A13 的机型相比其他机型的优势非常大，但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却不太明显。看来如果你的应用只吃 CPU 和 GPU， 那么 A13 相比 A12 是不会有太大进步的。要说 A13 有什么方面是特别强于 A12 的话呢，那可能是 ISP 性能和 AI 性能，这对于一些实时影像应用来说会比较有意义。比如说现在的马卡龙玩图在 A13 上已经可以实现同时启用多颗镜头录像的同时再进行实时视频抠像啊，包括 Filmic Pro 也可以实现四摄全开，这个功能我看现在还没有更新上去，但从演示来看还是比较刺激的。我们作为视频创作者，看到 A13 的 ISP 得到增强是很兴奋的，但话说回来，也有很多人买手机就从来都不会拍视频，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提升就没有太多用处了。从刚刚的测试结果来看啊， A13 的性能确实有进步，但是在游戏中的作用呢，可能还是比较有限的，毕竟 A12 已经足以应付绝大多数现在的游戏了。 A13 我们更期待的可能是它的能耗表现，那我们就赶紧来测试一下散热吧。我们的散热测试分成三种负载，首先我们通过观看 B 站视频30分钟来让这几台手机热热身。 iPhone 11 Pro Max 凭借较大的散热面积在第一负载测试中表现还不错，iPhone 11的情况和 10R 差不多，热量导得比较平均，整个手机摸起来都有一点温热。当然了，看 B 站视频肯定不如玩游戏来的热乎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中负载测试，玩30分钟的王者荣耀。这个时候 iPhone 11 Pro Max 的表现就有点出乎意料了，虽然它的发热不及 iPhone X 这个大火炉，但11 Pro Max 还是明显比其他几款手机发热更加严重，摄像头底下一整块都有明显的热感。iPhone 11的表现还算尚可，但也不如 iPhone XR 来的凉快。最后我们再一次祭出手机上的硬件杀手光明山脉，把我们所有的机器都吃满，看看极限条件下的发热情况。 iPhone 11 Pro Max 的峰值温度居然飙到了48度啊，比著名的大火炉 iPhone X 还要高，这是我们测过的非游戏手机里面温度最高的机型，整个摄像头底下的位置都非常的烫手，而且 iPhone 11 Pro Max 的热源相比 XS Max 还有所下移，这就导致本来你要动一动食指才能摸到最热的部分，现在只要握着这台手机你就能感受到它的温暖了。同样采用 A13 的 iPhone 11相对来说要好一些，但热量同样分摊的有点太靠下了，握感还是不如 XR 和 XS Max 来的凉快。
不过11 Pro Max 有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改进，就是续航。这三台新 iPhone 的电池都增大到了3000毫安时以上，11 Pro Max 甚至接近了4000毫安时。 iPhone 有生之年终于有了安卓级的电池容量啊！那它的续航表现如何呢？又能坚持多少个小时呢？我们来看看吧。由于 iOS 端没有 PC Mark， 我们在这里只能采用一些比较猎奇的方法来测试了。固定200尼特亮度、60赫兹的刷新率、连续运行《崩坏3》的开放世界地图，看看这几台手机打游戏能够撑多久啊！得到结果还是很出乎意料的。我料到了这一次 iPhone 的续航会大幅提升，但我没想到可以达到 ROG 级别的水平啊！在 iPhone 11 Pro Max 上不间断的玩《崩坏3》，居然可以支撑7个小时20分钟啊！即便是 iPhone 11也能坚持玩5个半小时，苹果总算是彻底治好了一块曾经的短板了。那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A13 由于性能比85 Plus 更强，在崩坏3里达到60帧所需的能耗也会更低，所以你们才会看到11 Pro Max 的游戏续航甚至比 ROG 还要久。日常使用中，这两台手机的续航基本是差不多的表现，都可以坚持1天半到2天左右的时间啊。你知道吗？ iPhone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广受诟病的问题，就是信号表现。尤其是更换了英特尔基带之后啊， iPhone 的信号一直是被人骂成狗了。那么这一代的 iPhone 11据说也换了新的基带，虽然还是英特尔，但是更新过了。那么它的信号有没有改进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由于山里的信号实在是太好了，甚至比我们的办公室还要好，所以我们决定还是回来测试信号吧，用的是移动的 4G。首先我们在虹桥火车站测试了一下，这里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但是信号情况好像还不错。我们用工程模式测量四台 iPhone 在5分钟内的 ISRP 平均值，两台 iPhone 11的信号看起来确实要稍微好一点点。虽然四台手机还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是新老基带在这边的差别还是可见的。不过当我们来到了信号非常差的地下室环境之后，情况又变得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两台新 iPhone 11的信号反而要差于 XR 和 XS Max， 我们的 iPhone 11 Pro Max 甚至一度连测速软件都进不去了。所以尽管从参数上讲今年的新基带应该是有所增强的，但信号这个事儿， iPhone 11真不见得就比老机型要靠谱啊！想要指望新款英特尔基带翻身的同学可以再等一年了。总的来说，从技术层面上来讲，今年的新 iPhone 11系列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值得一看的亮点啊。那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可能是这个 iPhone 11的价格还不错，包括首发价降了1000不算的话呢，现在你在其他渠道也可以以5000以下价格买到这台机器，那5000以下买这个价格还是挺香的啊，还算值得推荐吧。可是这一台 iPhone 11 Pro Max 我真的觉得没什么意思啊，除非你对于续航有特别强烈的需求，或者说你是一个 vlogger 想要拍一些视频什么的，那可能还有点用，否则的话我觉得这台手机并不值得推荐。好了，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新 iPhone 11系列的技术评测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喜欢我们视频别忘了长按点赞键，一键三连，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